他一定会喜欢的吧。哎，若楠，我喜欢你，做我女朋友吧。他回来了。谁回来了？他回来了。谁呀？一博回来了。这个花挺好看的。你没看清自己的心，我也没看清自己的心，我们在干什么呀？我想好好跟你沟通的。你别这样，若楠。是我不值得，是我错了，行了吗？你这花可以送给我吗？可以啊。谢谢。那我拿走了。拿走吧。你到底忘了没有？忘了没有？忘了没有？表白被拒原因居然是他的前男友回来了。谁呀？他怎么来了？我内心真是一万只。若楠，你怎么来了？子怡，我们和好吧，我还是想和你在一起。他真是好意思。一博呢？别提他了，行吗？我现在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我真是够了。不好意思，若楠啊，我现在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谁呀？他。老妹儿啊，你等会儿啊，咱俩破个门儿啊。你还是回去吧。嘘，你猜呢？我心里儿啊，装的是哪个人儿啊？既然他有了他的选择，那我选择你。Later， 你喝一口吧。不好意思，见笑了。那个是我前女友。哦。啊。那我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你等一下。啊，那个他可能还在外头，我去看一下。好好。他还在外头。那我等一下走了。要不你今天晚上还是在这住吧。我说了什么真是不敢相信。他前男友回来了，他就走了，他前男友走了，他又回来找我。那我在这住，你帮帮我吧。你在那儿住，我在这儿住，你放心吧。那好吧。月光在照耀，你才想起他的好。你在那儿住，我在这儿住。他为了帮我，今天在我家住。啊，怎么了？那个，你有没有那个衣服可以借我穿一下呀？我衣服湿了。天哪，我有点后悔了。你稍等一下啊。嗯。你穿这个吧，这是洗过的。好，谢谢。这电视还挺好看的。那你去睡觉吧。你等我休息。我等一下也睡。来。